健康所想，肾精很亏了，能补回来吗？张国喜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。肾精很亏是可以补回来的，但调理的周期会较长，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，结合中药来调理。一，改善生活方式。若肾精亏虚是长期的纵欲生活，或者说长期的手淫导致的，就应该呢尽量的戒除手淫习惯，恢复正常的性生活频率，尽量避免熬夜，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戒烟戒酒，保持良好的情绪，来慢慢的来缓解，保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，饮食清淡，少吃或者不吃油腻的食物，腌制或者熏制的食物也要避免，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素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，比如说大豆啊、牛奶、鸡蛋，还可以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，有益补肾，例如黑米、黑豆、黑芝麻、黑木耳等等。二，中药调理。善补肾精的中药有植物种子药和动物药，包含种子药和动物药的补肾药有中成药八字补肾胶囊，它含有鹿茸、海马等动物药，可以温敷肾阳。菟丝子、枸杞子、金樱子等种子类药可以滋补肾精，另外加入生地补益肾阴，人参辅助元气，补肾效果就很全面。专家提示，肾精很亏是可以补回来的，但调理的周期会较长，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，结合中药来调理。其中药物有八子补肾胶囊，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。